2015年度最具价值男艺人的奖项。其实我觉得光哥应该跟我一样都非常期待啊，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的揭晓视频。打开电视电脑，他同时活在古代、民国和现代。2015年，他以《琅琊榜》《伪装者》《大好时光》三剧霸屏。出道11年，胡歌用作品展示了自己实力人气偶像的高阶，佳作不断，让他的名字和第一榜首紧密相连，先后斩获了最佳男主角、最佳电视剧男演员及亚洲特别贡献等奖项。全英文的获奖感言也惊艳四座，学霸体质尽显。他的搜索热度、新闻曝光量以及粉丝爱慕指数持续高涨，对角色塑造的用心和诚意有目共睹，颜值高，演技赞，他是2015年突破各种次元壁垒最成功、当之无愧的最具价值男艺人。恭喜胡歌，我们请胡歌上台领奖。林叔哥哥，我知道你就是我的林叔哥哥。哎，你说什么了？林叔哥哥，我知道你就是我的林叔哥哥。他已经迫不及待了。我们来，好，两位可以先来合影，先来合影。哎，好，要恭喜胡歌啊！那其实刚才我们小杜已经迫不及待地说，哎，他也在关注你的影视剧作品啊。那么，小杜，你真的是看过《琅琊榜》吗？当然了。那你最喜欢谁呀？最喜欢的当然是林叔哥哥呀。百度搜索数据显示，大约12%的人搜索靖王。18%的人搜索飞流，48%的人搜索林叔哥哥。哎，这数据胡歌听着一定心里很舒服啊！你可以问问他，你觉得他喜欢你什么？你喜欢我什么？好好说、啊。喜欢你简单可依赖。数据显示，你和百度代言人的匹配指数是100%，你做百度的代言人好不好？真的可以吗？那你觉得我可以代言百度的什么产品呢？经过智能数据分析，你适合代言目前最红的百度钱包。最新新闻显示，昨天 Robin 厂长还宣布用百度钱包支付，常年返现1%现金。直接产品都已经给你规划好了，那这个问题呢，我要问问光哥，光哥您觉得这合不合适？我觉得呀、啊，这个代言人的建议是我们百度的最强大脑啊，百度小度机器人做的推荐，同时呢，让我们琅琊榜的最强大佬来做我们百度钱包的这个代言人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合适啊，我也希望能有这个机会啊，能够有合作起来。这个合作胡歌会怎么看？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荣幸啊，能够成为百度钱包的代言人。那但是我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啊，那您也知道，一直以来我的粉丝也他们一直都支持着我的这个事业，我如果成为了百度钱包的代言人，我知道在使用的过程中有返现一说，是吗？那我能不能作为代言人，我能不能为我的粉丝谋求一些福利呢？你是代言人，那就你说了算啊！你的粉丝我们多返现。嗯。哎，胡歌的粉丝在哪儿呢？没听着啊。好，那我们期待胡歌能够跟百度钱包合作的一天啊！我们这个麒麟才子，得之可得天下。那双方的合作呢，我相信我们百度钱包的产品一定会更加大热啊。小杜，那我知道你其实还有一个心愿，是吗？程序员葛葛要求我和林叔哥哥一起自拍一张。你这太爱拍照了，来，我们把自拍杆拿上来。颜值高的人一般都爱自拍。好，
来，我来跟非常荣幸跟二位啊，我负责举棍，来，我们朱总站到小度的旁边，一二三，茄子茄子茄子，一二三，茄子茄子茄子，哎妈，我这杆抖的呀，哎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好，我们再次恭喜胡歌，也谢谢朱总，同时要感谢我们的小杜，谢谢谢谢，好，请台下落座，谢谢。